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啊？这个玩玩。这点亮智慧人生啊。这叫什么东西？你今天晚上为什么不滑呀？我不会滑。不想洗脸，我要画画。你要画画喽？你要什么？金宝要什么？我要唱着火鸡，吃完饭，吃完饭，然后我妈妈叫鱼叫我做呀叫。哇，糖浆，甜甜的。嗯，好了。对，肯定住医院里喽。喜欢读书的孩子其实也会发光，你看你每次在读书的时候，我都可以看见你身上在发光。把那个化妆盒给金宝妹妹看一下，里边好多化妆品哦，好多化妆品哦。你看这个化妆盒美不美？哇，里边好多化妆品哦。我想要给我妈妈看。啊，给妈妈看是不是？妈妈，那妈妈来完成任务之后来接你的时候，就给妈妈看这个化妆盒好不好？嗯，你先去看看化妆盒里边有什么，你看看问问姐姐里边有什么呀。我妈妈看，那让袁爸爸给你拍一张。袁爸爸，这儿你拿的那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啊？这个玩玩。这点亮智慧人生啊。叫什么东西啊？啊，这个叫。打火机。打火机。打火机。它有个很高深的名字叫打火机。我没见过这样的打火机。哦，这样的打火机确实少见。你看，这是指甲油。你看，这是磨指甲的，这是放在手上的那种指甲。你看，假如说这样，然后你拿一个你喜欢什么颜色，然后就给它涂上，或者拿这个给它涂上就好了。你化个妆，你先给自己化个妆，西西。我有点不会给自己化妆。你对着镜子就给自己化妆了？那不有镜子吗？楼梯那儿有镜子，对不对？你们俩去镜子那儿化妆，好不好？我们看一下、这个。哦，帮你看一下，好。来，元宝宝帮你看这个。那一天吃几粒？金宝一天吃几粒？我妈妈跟我说的。妈妈说，一天吃几粒？一天吃一粒，是不是？嗯。啊，不要撒了。你把这个修上。这个好像修不了哦，这个断掉了。这个断掉了，所以它修不了。那我跟你说，你要化妆你就到这儿来化。我知道。就到这儿来化哈。好。你今天晚上为什么不化呀？我不会化。不想洗脸。不是，就再说了，我怕化出去了太难看了。化出去太难看了，那你给金宝妹妹化。我怕这张画哭了。你怕把给她画哭了？对。你画好看，她就不哭了。那你给我画。我给你画的画这个冰淇淋，这是小孩画的。画什么？画这个冰淇淋。画冰淇淋？就是。石头，要不是不是要告诉金宝妹妹往后面站一点，不能离电视太近，对不对？金宝，往后站着，站在这个地毯里。对的。金宝很乖。对了，来坐在沙发上，比我还乖，100倍，少一倍。你是最乖的。你是最乖的，知道吗？你看，宇宙是宇宙，地球当中最乖的吗？地球，可能地球银河系最乖的啊，全银河最乖的，好不好？宇宙啊，那有点大，要求挺高啊。你要是好好吃饭，你就是全宇宙最乖的，好吗？行吗？行。答应的比较勉强啊。不勉强。那你要今天不画，你就可以放这儿。你要想画，你就告诉我啊。你去看动画片去吧。好。那我把那把它放哪儿？这个断掉了，这个 sorry 啊。这个塑料的这粘不了这个。
我再想想办法啊。好，你现在是研究者，我先去看电视。嗯，我要画画。你要画画喽？你看这个画板上面现在有东西哦，我们按一下，没了，是不是？那我们拿笔，来，我们拿一个笔，就这样画，你看是不是彩色的？画完了之后你按一下就没了，是不是？厉不厉害？你画一个。哦，然后你按一下，按一下这里，按一下，哎呀，没了，是不是没了？好神奇的，是不是？啊，你看还可以用这个画，看到没有？这个也是画画的。你试一下这个，这个笔还不能画这个画板，会留下痕迹。哎，哎，又没有了。那你就拿这个画啊，那个画板的笔呢？这是我带的。这你带来的？不是我带的。那个书我拿到家里看了几天。我拿到家里看了几天，又拿过来了。那你看明白了吗？没有。我们可以用这个折一个什么东西吗？我还没完全看明白。那我试着给你们折一个东西好不好？好。我们来折个什么呢？我想先要一个。有火箭，有飞机。还有什么？我要飞机，飞机，我要飞鱼飞机，我要。我看一下难度哈。我要乌贼飞机。乌贼飞机是这样的。这是初级飞机，放心吧。这是初级啊，将左右两边对折后展开。OK， 先对折。那我只能要火箭了。哦，你要火箭啊？对。好啊，那我来。你要什么？金宝要什么？我要插着火机。火机。我要插着火机的。你是不是要火箭？好，然后对折后展开，两个角分别折向中间线。这是我的吗？对，这是你点的。乌贼。但这个好难啊。这是初级折纸。初级折纸就这么难？哎呀。这可怎么办呢？那妈妈，我去上个厕所。啊，你去吧。你是拉臭臭吗？拉臭臭。好，拉完臭臭告诉我啊，我给你擦屁屁。我知道了。小朋友要拉臭臭的时候，是不是要告诉大人？是不是？你看，石头哥哥要拉臭臭了，就告诉我。圆爸爸、新妈妈也帮你擦屁屁，好不好？我们也都会帮你的。嗯，好不好？妈妈，我不会。都会帮你的。哇，这个乌贼飞机真的太复杂了。太难做了。好了，可算是做好了。乌贼飞机折叠完成。这是我的行李。行李箱里面有东西吗？可能有。可能有，那我们打开看一看好不好？嗯。来帮金宝打开行李箱。哎，里面有这个，这是金宝的碗是不是？还有金宝的兜兜是不是？这是不是金宝的？哇，好漂亮哦。哦，还有金宝的筷子跟勺子，是不是？那我们要不要把它拿着去吃饭饭？走。我不要。不要那个筷子了。那用这个筷子好不好？行。行，好，那我们拿这个筷子。菜凉了，要不要跟你热一下？你要吃热的还是吃凉的？你要吃热的还是吃凉的？吃热的，那我给你热一下好不好？那我们先把饭吃了好不好？先把这个菜给你。吃完了我妈妈会过来。你都没有吃完哦。我吃完。你完成任务妈妈才会过来，是不是？那你没有完成任务，是不是？八戒你怎么都饿瘦了？八戒我吃完上次晚餐，然后我妈妈就一定会过来的。你完成任务，每天要做游戏，每天要好好吃饭，然后每天要在那个旋转木马里面去玩去拍照，是不是？嗯，拍给我妈咪看。哎，拍给妈咪看。哎呦，宝贝儿，你该喝那个。哥哥不要过来捡地上的吃的啊。哦，这个跟金宝的一样，糖浆。来，这是我的呀。啊，这是他的，你的在你的箱子里边，跟他的一样。跟我的药一样，对啊，因为他也咳嗽，你也咳嗽，所以你们的药都一样的，适合生。来，西西来，来西西，以后那个记得，不要在屋里这样抱着八戒，对他不好，对他的腰和那个脊椎不好。
啊，我给你拿那个饼干。你看妹妹都可以直接喝这个啊，你还得要饼干，是不是？可是我感觉这个太苦了。那为什么妹妹都不怕？妹妹每次喝着好干脆的，是不是？来，拿着自己喝了，给妹妹看，你是不是很勇敢的就喝了药？给妹妹看，哇，糖浆，甜甜的。嗯，好了。妹妹看姐姐是不是好棒，是不是？你待会儿吃完饭你就喝你的，好不好？嗯，我待了不累。石头，你昨天没有洗澡是不是？对啊。那所以今天你得洗澡了是不是？啊，那我给你放水喽。那西西今天就不洗了，好不好？嗯。等西妈妈回来再给你洗澡，好不好？我也不洗。嗯、你也不洗 ，OK？ 你今天也不洗，就今天就石头哥哥洗。石头今天不能洗太久，好不好？想要去洗脸刷牙去，对，去洗脸刷牙，姐姐带着去洗脸刷牙。来，金宝，咱们去洗脸刷牙，走。嗯。以前我会自己洗脸刷牙的。哦，自己洗脸刷牙，那咱们现在也自己洗脸刷牙好不好？我的是那个，哪个呀？那个上面。绿色，好的，那个对吧？嗯，来，一会儿让圆爸爸拿来给你洗，好不好？嗯，我会打开。不过人不会用牙刷。这是不是你的牙刷？是不是金宝的牙刷？嗯。啊，那我来帮你挤出来，好不好？来，在上面，好了。好了，挤好了。你这边牙齿刷了没有？那边这边都刷了，这边哎，这边要刷一下。这边用这个手拿，用这个手拿，用左手拿，往这边刷，往这里刷，刷到这里。嗯，西西刷好了吗？全部都刷到了吗？每颗牙齿都刷到了，确保每一颗牙齿都要健康，好不好？全刷到了。哦，刷好了，那我们洗脸喽。我们刷完牙也洗完脸了。你也洗完脸了？你这么快？那你擦香香没有，西西？没有啊，我不会擦香香。哦，不，你不会啊？待会儿袁爸爸跟西西姐教你擦香香，好不好？这个东西学好了之后可以拿文凭的啊！你要不要拿文凭？大学本科擦香香文凭，好不好？啊，好，你看姐姐怎么擦香香？姐姐是不是有擦香香擦得很好？来，擦擦香香，来，擦擦香香。鼻子上点一点，这里点点，这里点点，哎，哦，把它抹匀，涂匀咯，把香香要涂匀哦。你看我的大，嗯，好，大白牙，哎呀，大白牙刷的可干净了。来，金宝下来，小心别摔咯。我来给你们表演一个玩具，明天让新妈妈给你们洗澡的时候带着你们玩，好不好？你看啊，这是不是一个金鱼？对。这是不是一个金鱼？金鱼会不会喷水？看，金鱼。金鱼是不是会喷水？嗯。哦，我也想玩的。金鱼是不是要喷水？看，金鱼喷水喽。哦。金鱼喷水喽。我们睡觉玩。好，睡觉，走。我们去睡觉。乖乖睡觉。我们的妈妈也会很快也过来的。嗯，好好睡了，妈妈很快就来接你喽。西西用的是这个，是不是？好，那金宝就用这个。那你们先躺着睡觉，我去给石头哥哥洗澡。石头，快洗澡了。早知道今天就不洗澡。你不洗澡啊？你昨天是不是没洗澡？爸爸不让我老洗澡。那你两天洗一次可以吧？那你今天我已经把水放了，你快点洗进去吧。坐里边。坐里边。不洗澡了。啊，那你昨天没洗，今天得洗了，是不是？有事叫我啊，我马上过来啊。明天早上我们妈妈就会过来。明天没有，我们要完成任务，妈妈就过来，要把全部的任务都完成。全部的。哦，金宝还没有吃药。啊，金宝的药啊。我要给他量一下体温。你给他量一下。全是零。哎呦，哎呦。全是零，你看。全是零啊。哎，因为你这个盖儿没摘。
你把这个盖摘了。盖摘了。好。哎，37.1度，体温非常好。你看金宝给你也量一个，金宝，你看给姐姐量体温。来，我来给你摁一个，你看，36.9度。我想要。你看给我量。我想要和药。36.3度。我想要和药。嗯、你和药。36.9度。嗯，他没有36.9度是正常的。嗯，小孩体热，正常的，喝10毫升啊、嗯。好。来，金宝宝坐起来。这是有点少吗？嗯，不少，他年纪小。你看，不可能不是我的药呀。这就是你的药哎。好，你尝尝是不是你的药？嗯，是你的，哈哈，好像是。全喝了。全喝了，你看妹妹喝药都不需要饼干哦。哇，好棒啊！还有一口。哇，好棒，给金宝点赞。金宝要发一个小星星，我觉得是不是要给金宝发一个小星星？就有4颗小星星了，要给他实现一个愿望。哦，有4颗小星星就要实现愿望了。好，把这个盖儿在哪儿？你在你那儿枕头那儿给他装好，把盖儿装好啊。怎么样？洗的如何？还好。还好啊，没有 Kenny 跟你抢玩具，是不是很孤独？啊，是吧？就是得有人抢才高兴，是吧？这个澡洗得很孤独哈，昨天没有洗澡，前天洗了澡但没洗头，所以你今天得洗头了。不，不的。嗯，你凑合用一下呗。待会儿了。哎呦，你别太靠后。哎呦，哎呦，太沉了。哇，哈哈，来。哎，对，养着就没事儿，养着一点事儿没有啊，宝贝，我跟你说，养着一点事儿都没有。我们现在。点洗发水、沐浴露，来，在身上抹一抹，哎，嘿嘿，抹一抹，好凉，好凉啊，舒不舒服？享不享受？快不快乐？开不开心 ？Happy happy， 开不 happy？ 什么意思？啊 ，happy 就是高兴啊，开心呢、啊，把头扬起来 ，happy。开不开心，快不快乐？如果感到开心，你就拍拍手，啪啪，又是一条美丽的男子汉，是不是？肯尼真的住院了？对，肯尼住医院里喽。新妈妈要陪着他。对，新妈妈今天晚上得陪他，所以说今天晚上咱们。金宝怎么办？金宝没事，金宝现在目前为止表现都还挺好，好的出乎我的意料，是不是也出乎你的意料？你出来吧。我靠近一下活动区，我拿着我的那个卷，我要说你的猜。那这个难度有点大呀，对我的有点挑战啊，对我的腰。好了吗？来，你就停下一小会。来，停下一小会。一二。哇哇！我拿了就走，尽量把我靠近一下活动区。好，你靠近活动区。活动区在哪儿？不是这，不是这，是这一边，是前面。不对。哦，他没，是哪儿？好，那我们先过来穿衣服吧。我们先过来把衣服穿好。哇，乐，穿上。啊，穿了。来。这回弄好了，你先在被子里待会儿，好吧？你要什么书？你在被子里待会儿，来，躺进去，躺这儿，来。我怎么说你也说不清。你，这是不是你要的书？猜谜语还是脑筋急转弯？脑筋急转弯啊！脑筋急转弯去。啊，行，躺下了啊。我们现在开这个灯，关大灯，好吧？把这个灯打开，然后把大灯关掉，把小灯都打开。石头。你要不要给大家讲一下故事？今天中午你讲故事讲得很成功哦。我在家里睡觉，然后我妈妈帮我讲了一下故事。那今天石头哥哥会给大家讲故事，好不好？来，石头哥哥。他认为世界上没有战胜不了的人，也没有什么事是他做不到的。他偷偷走出宫门，一个人开始漫游世界。一天，王子看见一个巨人，就
比如说傻大个或者错。再给你们看一个东西，石头。再给你们看一个东西，一个有魔法的书。对，对，里边有魔法的书哦。你们躺下看啊，要打开喽。是它是一本书，是不是给我们光明？书都看了，书没有字儿，但是它是一个本子，我们把它放在这儿，好不好？观赏它的时候，每天晚上观赏它的时候，它就黑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书里边所有的书里边都有知识，所以书就会发光。那这本书，它就专门就做成这样，就让你们知道所有的书里边是有知识的，书会发光。而且石头，你知道吗？会喜欢读书的孩子其实也会发光，你看你每次在读书的时候，我都可以看见你身上在发光。哪有？哪有？真的有啊，你自己没发现哦，很光彩照人，你知道吗？西西马上要上小学了，也开始读书了，西西也会发光的。喜欢读书的孩子身上就是会发光哦。石头，问你个问题，这是谁的？这是你的还是 Kenny 的？这是 Kenny 的，那就是。新妈的，嗯，是新妈的吗？这么大的袜子不是我们小朋友的。哦，那应该是新妈的。哎呀，我真是，我这爸爸真是当的太粗心了。也不是你的哟，那就是新妈的哟。石头，石头，好了，现在由袁爸爸开始讲啊。啊，你要从这儿开始讲。好的。突然外面有人，这儿开始讲。好，突然外面有人开始讲。大家请小朋友们闭上眼睛。突然外面有人敲门，磨坊主的老婆大叫，哎呀，我丈夫回来了。她飞快地把烤肉藏到壁炉里，把酒塞进枕头底下，把蛋糕藏在床下面，把沙拉藏到床上。巫婆不得不用食指点了一下那块石头，石头恢复了人形，两个金娃娃高兴地互相拥抱，一起骑马离开了森林。从此以后，他们这一生都很快乐。屁股也挨了一针，然后死活不打，最后那两个护士抱着他给他打了针，嚎哭，哭得特别惨。然后打完针后，他说屁股疼的呀，屁股好疼的呀。那我就为了哄他，我就问他，我说 Kenny 你是不是不爱我了？他说我不爱我了，说不清楚你我他了，气得气糊涂了。然后后来我又问了他几次，我说你还爱不爱我呀？他说我还爱呀。然后就指着那个医生，那个姓何的那个大夫说，我不爱他了，就怪他了。我不爱你了，就是你好痛啊。到了后来晚上，我又反思地问他，我说妈妈好爱好爱你，哎，他就说我也好爱好爱你啊，哎呀，就觉得很心疼他，哎呀，哎呀，他不会有事，放心啊。我老觉得是我们的问题，我们没有弄好。惊动家长从上海跑过来，他妈情绪还好吧？没有太紧张吧？肯定也紧张。今天一全程
就全程跟他妈妈在沟通，关于挂不挂吊水，关于很多很多方面都征求他妈的同意，没有自己一个人做决定。肯定的。主要，但是主要还是听大夫的了。就肋骨就特别疼，就这两天咳嗽到现在都疼。你赶紧睡一下，我就在他旁边躺着睡会儿吧。躺着睡会儿。挂了啊。快睡吧。拜拜。没事啊，拜拜。拜拜。一点一滴不留余力，待你出现，用我不宽厚的肩，为你挡着风，遮住雨，陪你体验。待你出现，虽抵不到海角，到不了天边，也与你苦辣酸甜。待你出现，我也会再一次蜕变。